好吃魔法，一起做好吃魔法，来，让我们手比爱心，然后说哦一起苦哪嘞，哦一起苦哪嘞，猫诶猫诶，猫诶猫诶，喵喵喵喵，再来汪汪汪。其实它是一个餐厅，可是它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女仆咖啡店。哦，女仆咖啡，女仆餐咖啡，对对对。但是他们发源地，对对对，那个阿基哈巴拉，他们呢一个月的销售额最高，一个月超过500万元。周边单单周边商真的是厉害，很厉害的，一起来欢迎阅读女仆咖啡厅，欢迎宣教师。是。很可爱的女生呐，哎呀 ，introduce yourself to everybody， come on。紹介します。紹介，紹介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ご主人様。耶，可爱呀，可爱。对你们来说，我们就是讲客人进去都是主人，对不对？是是是吧？是。对，进去对不对？然后客人还是有一个范围的哦，对不对？他什么要求都可以，可以跟你握手嘛。不行，在店里面的话呢，基本上是不能碰我们女仆的。不可以碰，嗯，是的。碰我可以吗？那可以触摸心吗？可以用心灵交流，心碰心，对。心碰心，来啊，来来来。心灵上不是我们距离很远，就一直在。对啊，你这个最代表他们，今天有他们的粉丝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厉害厉害，他们的服务有什么？哦，这个服务太特别了，要服务餐点加了一点东西。对我们的话，我们餐点的话都会有萌萌的女仆魔法。哦，我们一起手比爱心，好，跟你们一起比，然后说哦一起苦哪嘞，哦一起苦哪嘞，摸诶摸诶，摸诶摸诶，喵喵喵喵，汪汪汪汪，呼哇呼哇啾，呼哇呼哇啾。刚就完成了。哎，你们会不会遇到那种很害羞的客人？就哎，不好意思，跟着你们一起做，像我就是啊，我就尽量配合啊。那主人尽量配合的话，就是最好的模范了。如果主人非常非常害羞的话呢，我们不好意思，先不要，我害羞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们会跟着主人一起，可能会从初阶的对，然后主人如果第二次来再来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进入高阶的慢慢鼓励他。刚刚那是高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比较复杂一点的。Hinako， 对，是的。Hinako 该不会是他们开店到现在你就一直在了吧？我是就是阅读女仆咖啡体系的执行长，CEO 长哎，有没有执行长？一看就知道了啊。当你们老板呢？你们老板是从哪来？我们老板的话他是留日的，对，所以他也是非常喜欢动漫文化，然后会把就是这个女仆咖啡厅引进到台湾这样子。你们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客人呢？你们的课程都一般是什么？对，我们的客人的话，其实很多都不是动漫族群的，包含外国人啊，还有就是60几岁的老先生，他很常固定会来我们店里面，而且他会把我们的周边商品配在身上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、很疗愈的，超疗愈，因为看着你们就觉得心情很好，开心，然后感觉到你们。假设这是你们的店里，有没有？我有忘记这个地球是长怎样。对。那我融入到这个，融入到这里面，然后是很开心的，不会有任何遐想，不会有任何一些不 OK 不好的。万一你平常那些想法就都没了，对，比如通通打掉。本来可能心情不是很好或什么，然后看见他们整个好起来，跟着他们一起做这个就有好心情。对，那我可以问一下，就要去你们甄那个店里面甄选的话，就是都要选可爱的身高吗？还是？就是你们会面试条件，其实也有高挑的，对，有高的女的。因为执行长有严格限制，不能高过执行长，不能够低。哎，很可爱，好 Q 哦。哎，有发生过什么乌龙吗？之前啊，就是有一个主人，那因为我们呢刚进来当女仆的时候都不太会清楚，主人的昵称啊跟 ID， 对，因为主人来咖啡厅啊就跟登录游戏一样，对，就是每个主人都会有自己的 ID。对，那之前呢就是有发生过一件事。
就是当我要带位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之后女服务长就跟我说，哎，麻烦你去外面带一位随便进来。那我就想说，随便一位，对，我想随便一位进来吗？对，我想说带随便一位进来，那我可以自己随便选一位吗？这样子，对。然后之后我就想问了之下，才发现，哎呀，这是个乌龙，因为那位主人就叫随便啦，带一位随便，他就叫随便啦，对。客人可能经常来啊，以后一点什么的随便随便随便，他就叫大的重点是来看看你们。哦，哎，那我可以问你们店面有那个累积那个卡的制度吗？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去就有一张卡，然后呢，我在那边遇到一个客人，他们还有一本很厚的卡，他就很常去老会员，是吗？有这样子的制度，你也有这个制度啊？集20点可以换会员证啊，我们会员证的话就是平日打九五折，假日就送一球冰淇淋。那我们今天有带来，可以给我们看，对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来show us。哇塞！哎呦，真的好多周边哦。哎呦，这个一本一本的是什么？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交流本，就是主人来的话，他可以就是在上面画图啊，然后写上今天自己来的心得感想，对对对，可以交流看一下，对，可以去跟我们一起交流，不一样的女仆跟你们交流就对了，对，就是。哎，真的耶，有人，而且大家都好会画画哦。嗯，对，我们都很多很厉害的主人，好可爱哦。你看，真的真的就画成这些，有没有？嗯，超强。然后你看这个杯子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魔法瓶，对，我们的饮料特调会装在这个里面。那这个瓶子呢，也是有在贩售的。嗯，哦，7周年造型恢复剂，对。那我们今天心情很差的这客人进来，然后没什么体力。可以让他恢复一下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以有吗？还是你就是那个客人？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没有气场。来，他是我就跳。你们需要帮他那个魔法？那我就进这个餐厅了，进来。哦，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恭喜新房吗？你好。那这边为主人送上我们的萌萌餐点。哦，谢谢，你叫我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点点主人 ，point point， 等等。那我先帮点点主人做周边画盘的服务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哎，那我在蛋包饭上面画一只可爱的猫咪。好，哇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猫咪？真的吗？谢谢，看到猫咪我就很开心。对，这个人好奇怪。谢，我看到猫咪我就很有那活力。当可爱的女仆，那个要很有耐心呢。对，好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镜头看一下。哇。可爱的猫咪，卡哇伊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再做好吃魔法，一起做好吃魔法。来，那我们手比爱心，然后说おいしくなれ，おいしくなれ，萌え萌え，萌え萌え，喵喵喵喵，再来汪汪汪汪，我已经会，呼哇呼哇啾，呼哇呼哇啾，耶。饮料的话，要请点点主人跟我们一起来个帅气的动作。好，这样子。是的，没错。好，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力量啊！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力量啊！在我的面前，在我的面前，现出你真正的样子吧！现出你真正的样子吧！好厉害哦！谢谢。我成功了。我觉得有他的逻辑概念，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逻辑概念感觉餐前祷告是一样，对，有点仪式感，很有能量哎，相当不错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落晒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，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